肉，妙手回春。地址：延虚天宫大门东20米左拐路北第二棵大槐树下。狗圣堂今日开张大吉，一诊三日。本房中日月钟灵，天生我就说呢，八成是那核桃大脑子，脑汁子有简单了。这戏本子写不下去了，想出这么个诅咒，和这套八卦秘心。实不相瞒，就连帝君本人的隐疾，都是我给治好的。神医是吧？隐疾是吧？帝君，我就是开玩笑随便说的。您这么英武高大，啊，这……帝君，我……四叶菡萏是个宝，做成药丸正正好。心病还需用心药。莫信神棍，看疗效。救